盘点让人惊掉下巴的发明。在冬天我们骑自行车出门的时候，座椅都会特别的凉，很容易把我们给冻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自行车加热座椅，出发的时候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一些燃料，把盖子盖上，稍后我骑上给大家测试一下加热效果如何。看到了吗？骑上之后加热效果特别的理想，无论天气多么寒冷都不会把我们给冻着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骑自行车出门的时候放在外面很容易丢，于是我给他安了一套自行车防盗系统，稍后给你们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当我们把自行车停到外面的时候，只需要按一下遥控器，防盗系统就会接入。看到了吗？只要有人敢偷骑我们的自行车，就可以让它乐开花。当我们自己需要骑的时候，只需要再次按一下遥控器，防盗系统就会收回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骑自行车口渴的时候，还需要用手拿着水去喝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造了这款骑自行车喝水辅助器，脚蹬子蹬得越快，这个水就会往我们嘴里呲得越快。稍后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完美。普通的轮椅需要有人用力在后面推才会行走，很不方便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有脚混动轮椅。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下来打开座椅，把发动机给踹着。把发动机踹着以后，这款轮椅完全不需要用人去推，就会自己往前跑。嫌速度慢的话，还可以加大油门。如果跑到无人区没有油的话，还可以用脚等着它走。在上坡的时候嫌费劲，还可以站起来去等，非常的完美。这种普通的单车在刹车的时候很容易刹不住，都会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给它安了一套阶梯式刹车系统，在我们想要刹车的时候，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以阶梯的方式把车给停下。稍后我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看到了吗？制动距离特别的短，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骑自行车跑长途的时候，很容易犯困，都会对我们的骑行造成很大的危险。于是我造了这款骑自行车防犯困辅助器，稍后跑个长途给大家测试一下。在行驶的时候，这个锤子就会跟着工作敲击驾驶员的头部，骑得越快，这个锤子就会敲得越快，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骑着的时候犯困，非常的完美。在冬天我们骑自行车接女朋友上下班的时候，如果天气过于寒冷的话，女朋友坐在后面很容易被冻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防寒辅助单车，稍后我和我的好朋友谢明畅一起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在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让女朋友静静地躺在里面，随后我们再把盖给合上。看到了吗？以后我们骑自行车带着女朋友，女朋友躺在里面不仅不会冻着，而且还会特别的暖和，非常的完美。在冬天我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冷，很容易把我们给冻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串向辅助马桶，当半夜我们想要方便的时候，根本不需要下床，只需要按动开关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床上进行方便。等方便完以后，只需要再次按动开关，它就会把我们排出的衣物倒到马桶里面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和配偶一起睡觉的时候，配偶的呼噜声很容易把我们给震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睡得香辅助床，当配偶打呼噜吵到我们无法入眠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启动开关，它就会将我们进行分离，之后只需要再次按动开关。看到了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安静的睡觉了，非常的完美。在冬天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把被子踹掉的话，半夜很容易把我们给冻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自动盖被子辅助器，稍后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当我们睡觉把被子踹掉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被子给盖上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现在的年轻人由于经常的熬夜，都会有赖床的恶习，怎么叫都不会起，很容易把四肢给烫退化，非常的危险。
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起得早辅助床，稍后让我的好朋友谢明昌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当睡觉的时候，只需要静静地躺在里面，把盖给扣上。当我们睡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这个辅助床就会自动把睡在里面的人给叫出来。看到了吗？以后谢明昌再也不会赖床了，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上厕所的时候，手机很容易掉到马桶里面，打捞起来特别的费劲。于是我造了这款弹射马桶，在我们上厕所的时候，只要有东西掉到里面，这个马桶就会自动把掉里面的东西给弹出来。给大家测试一下，看到没？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上厕所玩手机的时候，手机很容易掉到马桶里面，特别容易把我们给气死一回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手机防掉落辅助马桶，只要检测有东西快要掉里面的时候，它就会利用强大的气体把东西给吹出来。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当半夜我们独自一人上厕所的时候，都会非常的害怕，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蹦迪壮男辅助马桶。当半夜我们起来拉箱的时候，只需要按动开关，马桶的氛围灯和音乐就会打开，来营造出酒吧的气氛，从而让我们拉箱的时候有种在酒吧蹦迪的感觉。看到了吗？能够有效消除我们内心的恐惧，非常的完美。普通的家庭只有一个马桶，两个人同时想上厕所的话，很容易憋废一个，很不公平。于是我造了这款下坐上蹲式马桶，和上下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非常的节省占地空间。稍后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在两个人同时想上厕所的时候，下面的马桶一被占用的话，另一个人就可以爬到上面进行解决。看到了吗？这样的话，两个人就可以共同的上厕所了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在人多的地方想放屁的时候，为了不熏到别人，都会忍着不放，很容易把我们给憋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放屁增强消音辅助器，稍后给你们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一些烧烤料，然后把盖子盖上，传带上以后，我们所排出的屁就会硬化成烧烤味，而且还能降低屁的声音。看到了吗？以后我们无论走到哪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放屁，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睡前玩手机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，手机很容易砸到我们的脸上，让我们失去睡意，无法入眠，很不公平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快速入眠辅助手机壳，稍后让经常失眠的谢明昌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在睡前被这款手机壳砸到脸以后，不但不会让我们失去睡意，而且还能让我们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，非常的完美。当我们不在男朋友身边，男朋友给我们说过晚安以后，很容易跑出去鬼混，根本做不到晚上安分，让我们特别的无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云晚安辅助器，在男朋友给我们发晚安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恢复晚安的同时按下遥控器。看到了吗？不仅能让男朋友晚安，而且白天也能安，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减肥的时候，都会控制不了自己的嘴，导致我们减肥失败。于是我造了这款减肥辅助器，在我们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把它锁在我们身上，然后把钥匙给丢掉。戴上它之后，我们每天只能吃50克的食物，如果超过50克的话，它就会自动把我们的头给锁在里面，让我们无法进食。锁上之后，我们只需要站起来，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给躺下，两个月后就会自动打开，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瘦成一道闪电，非常的完美。这种普通的电动牙刷震动力非常的小，很难完全把我们的牙齿清理干净。于是我造了这款汽油发动机牙刷，在我们刷牙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发动机给踹着，然后再把牙膏给放上，它就会震动加自动式的给我们刷牙，速度还可以通过油门来控制。如果说嫌速度慢的话，还可以给它挂入高档，非常的完美。
在我们吃席的时候，由于手速不够快，经常抢不到自己喜欢吃的菜，很容易把我们给气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吃席抢菜辅助块，接下来给你们测试一下抢菜效果如何。看到了吗？戴上它之后，无论是给大妈一桌还是给小孩一桌，都能轻松把菜抢过来，非常的完美。情人节马上到了，一直不知道送女朋友什么礼物，于是我就纯手工为她打造了这款钢铁般宝宝。这款宝的意义代表我们爱她的心就像这款宝一样坚固，最主要的是女朋友拿着它出门还能保证女朋友的人身安全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平时在数中分的时候需要多次挥动数字才能达到中分的效果，很不公平。于是我就研发了这款数中分辅助器，给大家测试一下使用效果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当男朋友惹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为了让他长记性，我们都喜欢去咬他。由于咬合力不够，不仅让男朋友长不了记性，而且还容易把我们的牙给咬坏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撕咬男朋友专用辅助器。看到了吗？以后男朋友绝对会长记性，非常的完美。现在发热感冒的人特别多，为了能让他们多喝水快点好起来，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张嘴就喂水辅助器。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水桶背在身上，只要我们张嘴咳嗽，它就会自动往我们嘴里喂水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像我这种睡觉比较轻的人，在睡午觉的时候很容易被外面的声音给吵醒，把我们给气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研发了这款安心睡辅助床，稍后给大家显摆一下。我们只需要静静的躺在里面，启动开关，这个盖子就会自动帮我们给盖上。盖上之后，无论外面有多么的吵闹都无法吵到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睡个安心又极其长久的午觉了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很容易犯困，根据史书记载，通过头发量可以提神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头发都特别的短，根本选不上。因此我就发明了这款现代款头发量提神辅助架，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钢圈套在脖子上。由于我不用上网课，就让我的好友咸饼肠替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来，饼肠哥打个盹儿。看到了吗？不仅提神还特别的醒脑，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很容易被别人踩到脚，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防踩辅助切耳机。这款切耳机不仅防踩效果特别理想，而且还可以用来防身。接下来穿上给你们演示一下效果如何。看到了吗？穿上这款切耳机从此不再受委屈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小女生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危险，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防身辅助高跟鞋。接下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防身效果如何。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只需要将鞋子脱下拿在手中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在睡前我们玩起来手机都会经常的忘记睡觉，很容易把我们给熬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快速睡眠辅助手机壳，稍后让我的好朋友咸饼肠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我们只需要设置好入睡时间，到了时间以后它就会快速的把我们给哄睡着。看到了吗？咸饼肠已经进入了睡眠状态，非常的完美。当女朋友的头发打了结以后，都会让我们帮她来梳，如果不给她疏通的话，女朋友一生气都会把我们给打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一键通梳头辅助器，稍后让我的好朋友咸饼肠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当女朋友的头发打了结以后，只需要让她站在指定位置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遥控器。看到了吗？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女朋友的头发梳不通了，非常的完美。我们这种柔弱的女生在谈男朋友脑瓜膜增进感情的时候，由于力气太小，不仅增进不了感情，我们的手指还容易骨折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一指弹感情增进辅助器，稍后让我的好朋友咸饼肠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在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戴在我们手臂上，然后对着自己的男朋友弹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
当我们和男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美女的话，男朋友都会忍不住偷看，眼里根本没有我们，很容易把我们给气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我的眼里只有你辅助器。当在外面遇到美女时，我们只需要按到开关，男朋友的脸就会自动转过去，就算有美女追着让他看，他都不会看，而且还能让接近他的女生给赶走。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是的，阿姨每次给我们打饭的时候，手都会一直抖来防止我们暴饮暴食，可是时间久了很容易把我们给饿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打饭放抖辅助哨。食堂阿姨用上这款哨子以后，无论怎么抖我们的菜都不会掉，就算是甩起来我们的菜也不会掉。目前唯一的缺点就是撑不到我们碗里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完美。在我们吃这种比较宽的食物的时候，由于嘴巴太小，食物根本放不进嘴里，很容易把我们给饿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嘴巴增大辅助器，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戴在我们头上，食物放不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按到开关，看到了吗？非常的完美。大部分年轻人都有挑食的恶习，有的只吃荤不吃素，有的只吃素不吃荤，很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营养均衡辅助桌，稍后给大家测试一下效果如何。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荤素食物分别放到机器当中，然后启动开关。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吃荤菜的话，必须要吃够素菜，荤菜才会打开，吃到荤菜以后立马就会关上让我们吃素菜。看到了吗？如此循环以后再也不会营养不均衡了，非常的完美。